人们从未停止对生活的想象与期待，极力寻找心目中的栖息之所。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在这里，清晨的阳光如期而至，湖边吹来的风都有凉爽的味道。滇派小吃、明清老宅、老茶馆、花鸟市场的市井生活图景，这就是传统滇派生活场景。而如今的昆明新生活方式，既可以下楼去法式建筑咖啡馆慢慢等一杯手冲咖啡，也可以进一步亲近自然，品茶赏花。春城昆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造就了昆明人悠闲惬意的生活方式，吸引无数人在此流连忘返并安家置业，创立了亚洲式待客之道，打造了酒店业新标杆的香格里拉集团，即在此推出了可售型物业昆明陇悦公寓。陇悦位于昆明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紧邻地铁和主要高端商圈，四大公园环绕，并享有便利的医疗和教育等城市生活配套资源。该项目拥有面积为62到363平方米的224套公寓，首层酒店式入户大堂，300平米专属会所，典雅舒适。进入126平方米的户型内，合理的整体布局，上下双层双卫生间的贴心设计，将功能性与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完美结合的客厅，拥有4.7米的超大面宽、4.5米高的挑空客厅，落地景观窗让昆明市中心的繁华尽收眼底。另外，由博士家电、TOTO洁具、汉斯格雅卫浴、戴森电器等众多高端品牌及全屋新风、全屋地暖、一键触控系统等共同打造高品质的居家体验。在62平方米的户型中，充满令人惊喜的多元收纳空间和预留的衣帽间，甚至还包括红酒柜与专为女主人配备的护肤品冰箱，在细节之处给业主的生活方式带来更多的贴心考量，都是陇悦能给到业主无微不至的关怀。而陇悦公寓所拥有的不可复制的优势资源，毫无疑问就是香格里拉式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全程居家助理及管家服务，24小时酒店式安保，7天24小时生活管家服务，行李接送、健身、SPA、水疗到租赁管理等，无论是日常居家还是商务出行，无论是舒适宜人的氛围还是丰富愉悦的美食与文化体验，陇悦将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感受到香格里拉亚洲式的待客之道。身处陇悦公寓，会有一种时空交替的错觉，因为我们曾在上海、北京、深圳、香港或其他城市感受过同样的温馨与舒适，或许这就是香格里拉品牌所带来的始终如一的美好体验和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私藏昆明 CBD 核心资产，尽享春城的青山绿水、惬意的滇派文化，不再仰望一线城市的奢华，轻松实现品质生活梦想。香格里拉，陇悦。